街小巷。他们是我公司的同事，三个阳光，三个大男孩吧。他们每天都会能带我们买早。有没有觉得这车低速的时候噪音挺大的呀？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声音吗？因为啊，国家规定电动车在低速状态下要有提示音来提示行人。哦，毕竟这车没有噪音啊。对啊，因为很安静嘛，所以行人听不到，那就很可能发生危险。就是电机的，其实这就是电机声啊。它其实是模拟一个声音，因为开起来以后你就听到这个声音。哎，这车真灵。没错，确实小车在这种比较窄的路上就显得很有优势。当然这后排其实、真的还可以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虽然车看上去真的很小，就两个门，但是后排坐上去还真的可以接受。你看别人都看的车头绿，动力真高，毕竟颜色好，而且这种双就是双向的小路上特别好使，毕竟它比较小巧精悍。是在哪儿？就是一停车，这大门口好多人，这种我从我们车里哗下三四个人，我跟你说他们惊，那个大猛禽下来的时候，咱们车能装猛禽狗，下来一个人，又下来一个人，又下来一个人。时代在改变，我们对于用车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。谁说只有那些 SUV 才能追求诗和远方？这明媚可爱的外形，到哪里都能给我暖暖的春意。